另在交流道万代桥三亚溪顶有瓶颈段，以往只要雨季来临，就到形成地红地的景观。虽然讲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才在积极赶工，不过因为上移一半施工一半通车的工法，因此旧的桥有部分也被拆除，恐惊影响到三亚溪排水的断面。市府水利局着会同区公所前往现地来会勘，除了是清除原本溪床的污泥以外，也要求高速公路局要拆除五到八公尺旧的桥，让溪流的排水是更加顺。林地交流道北上匝道持续挂工，希望会当迅速解决该地区长期以来交通单条件的问题。不过，位于国道下方万代桥，属于三峡溪上流瓶颈段，每一当顺期总是会形成地方地景观。对相片顶面都会当看到新桥面宽23公尺，不过因为旧桥还未及时拆除，后排水长面仅仅剩15公尺。为了解决水患，漳州府水利局会同区公所前往会勘，并要求高速公路局将旧桥拆除5到8公尺，让三峡溪情况。看会水流空间，这个瓶颈呐，有法度甲拍掉的话，啊，对咱三亚溪上游吼，包括啊，永康部分、永康区部分啊排水，啊，甲咱太子、土库、一甲，啊，甚至市中心这边只的排水吼，确实是影响非常大吼，要拍掉了，加一个八米的断面起来吼，整个三亚溪上游。啊，溢烟 的情形可能会改善很多了吼。除了经过三亚溪至少20公尺的断面，对伫溪层污泥清除部分，区公所也马上透过开口溪局，车厂商以快手积极清除，让排水更加顺畅。前天我们跟市府那边反映之后，水利局那边马上在昨天马上派啊，因为开口企业厂商哈、来做清淤的动作，进步情形拢清了、所以伫今年汛期之前最起码我们还是要做到啊河床吼都还可以能够清得很干净，那不会去阻碍通水断面。万代桥只下方空旷水流平静，但是往上游看起来算是像路途般缩小。不过经过会勘了后，也已经做出了即行解决的办法。其他旧桥拆除以及污泥清除了后，会当将林地交流道周边并且沿区的清河渐渐开除。记者们在林地区采访报道。